前锋勘探，哎呀，怎么天天喜欢打人呐、啊？你们这几个，上来就是前锋勘探。哇，机械师刷人皇桥，战斗机械师拉点的王是吧？你选那里，我肯定是要抓的。不是，为什么没有结实的视野啊？不对啊，娃娃，乌鸦也没飞，我开局直接飞过来，啥也没有是吧？哇，这也能爆点啊！四黑爆点，无所不在。赛季初都死了。飞轮是吧？哇、哦，你真的秀啊！这也能晕，哎，他还知道小黑的小心声，也被防了。不管，这个人不要。此三连我要守住。前锋必须打。打了前锋。要不要挂呢？那边插了眼，可以挂，挂人防桥那里。打针对，结实应该本来本体就不动，先踢这个踢一个板，这一个板还是很关键。
结石没修，赛季初的人皇们，你们好啊，和你们打真的很尽兴，前锋想撞就他球量应该也够，至少要有一个人挡。杰斯那边应该开不了吧，这么多人受伤，他休息应该会慢一点，然后我趁他们状态比较残，把这关系上挂到起点，拉开一个比较远的距离。啊，快摇，怎么一个一个都在快摇啊，休息的应该是前锋吧，把先知摸起来，然后两个一起就必须了，远程拦截了。